今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吼。来，婚姻到底是什么款的奥妙啦？是安怎奈互人安尼也气也爱呀？哦，也丢眉，但是也困扰啊。婚姻，上帝是设计了一个高难度啦，足歹学，但是其实是真好耍吼、哦。婚姻的中间吼，咱感觉难度相关的都有，你知无？除了咱过去讲过什么关心家庭迄以外吼，我跟你讲啊。真正婚姻最大的困难就是婚姻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啦。婚姻若两个男的，还是讲两个女的吼，大概吼冲突未这么大，大概啦。但是婚姻就一个男一个女，两性差异大爆发。婚姻就是你就娶你就结结，听讲，哦，原来找人是安尼哦。不怪人咧讲一本册叫做《女人不怪男人不爱》啊，就是讲，那查某人是跟咱查甫人同款，伊就无吸引力啊。就是查某人吼，高深莫测，所以伊才对你有一种吸引力。咱查甫人就是相爱挑战高难度啊，所以咱就想要跟这个人做伙。所以一个查某人要你个约会吼，真好约出来吼，啊，你就感觉无成就感啊。咱就是挑战这个吼，足歹约出来。我咧老公奇怪，我都唔相信，这个草人我约伊袂到，吼、哦，送花，吼、哦，写情书，我用各种的方式要甲伊打动，要互伊感动，我都是爱想尽办法。这就是咱查甫人足奇怪的所在，啊，无人甲咱逼啊，啊，无人用鞭啊甲咱摔啊，啊，无人甲咱强逼讲，无论如何你都要碰到迄个噪音啦，啊，无啦，但是真奇怪，咱就是家己对咱的内面就有种动力，都是想要去吼。猎取，哦，然后猎艳，咱就是足想要去得到一个，咱感觉真无容易得到的查某囡仔，咱就想要得到了就有种足快乐的感觉。所以男女的差别，就是讲查某囡仔伊就是女性的特质有足侪物件，就是跟咱查甫人无同款。这种无同款的婚前是一种吸引力，但是伫婚后变作一种杀伤力、杀伤力。查甫人伫外面工作一天，敢若未输一个猎人吼，出去外面咧打猎同款，回来吼，忝啊！为着明仔开力，咱即嘛要休困啊！咱即嘛要休困啊！所以呢，咱休困的方式，就是等下厝吼看报纸，感觉讲看报纸未输敢来充电呢，真奇怪吼！报纸就在那个充电器吼，看电视吼，看运动的节目。啊，看这个上面政论这个冤家啦吼，啊，政论性评论的节目，咱都是真好奇，咱都是足想要管闲啊事，查甫人啊，足爱管种代志，咱就是讲，当我若参与政治，是你个口音表达我意见，我才会满足。所以日时哦，已经无用一天哦，暗时回去，咱来去用一寡物件，爱继续。吸引咱的注意力，吼、哦，安尼咱才会满足，安尼。但是查某人唔是，查某人伊满足感就是，伊想要跟你讲话，伊嘛要充电，因为就是伊嘛工作，伊嘛上班，即马拢嘛上班，啊若无上班带囡仔，伊已经忝一工啊，伊即马嘛要充电哦，啊你就是他的充电器，伊就硬要跟你插落去，哦，伊就是迄个充电器有无？迄电源啊，一定要插来你啊！就讲，跟我老公跟我讲话嘛，跟我讲话。哎、欸，伊就是已经甲伊个囡仔讲话讲一讲啊，伊个同事甲伊讲话讲一讲啊，对伊来讲，迄拢无算咧。伊就是等下讲，老公陪我嘛。有啊，我又没有出去，我伫厝我无出去啊，什么气笑，什么陪你，我已经在陪你了啊，不是的，你要跟我讲话嘛。啊，先生讲，哦，你可不可以让我安静一下？你想就缓了，我今晚属于要休困。你哪有在休息？你现在在看电视，你要跟我讲话，啊、开始玩 K 啊，对不？早上了干嘛讲？伊在充电，伊要搁再有开了面对明仔载，伊明仔载开了就是底下跟你罗曼蒂克。但是对一个查甫人来讲，哇、哦，今晚哪会这差？今晚哪会这差？哦，而且呢，我查甫人搁叫我跟你讲，今天啊，那个楼上那个李婶打电话来了，那个阿姨打电话来了，真奇怪哦。查甫人吼、哦。那要插这个政治的代志吼，迄种无领导的代志，我恁真爱插。啊，那恁某咧甲你讲吼，恁多一个亲情安怎，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你就讲，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好不好？
我哪有时间管那么多人的事情啊？林伯鲁说，奇怪，你没有时间管别人的事，你干嘛管电视里面的事情？哎，完了，对不？糟了，干嘛说奇怪？你都不关心我，你关心那些东西，你去取电视好了，你去取报纸好了，都看得见丢啊？那人说，哎，你在无理取闹啊，我是犯了什么错啊？啊，我是倒位做了不对啊？我上班上一天回来，听到要死去，你才看一个电视，还要让你骂哟？我现在得罪你啊？你这小查某，现在这乱三回啊？查某人说，我跟你说啊，你根本不爱我，你根本不在乎我，过来啊，又发作啊？那就跟我说，那这么难了解，这其实是什么？两性差异。查甫人休困的方式，甲查某人休困的方式是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若未用去了解吼，变作吼查甫人安那歹命呢？你若讲我吃恁嫖赌，逐项来，啊，阮某甲离婚，安那那个无话讲哦。足悲哀，就是讲，这个查甫人是足认真工作的哦，吼、哦，啊，钱拢摕倒转来哦，啊，外面也无查某人哦，啊，拢无做啥歹代志哦。当然除了，佮认真凡事有诶查甫，都爱有诶查甫人，都爱佮洗碗，都爱佮洗刷，佮抱囡仔吼，啊抱囡仔挂看电视啦，吼、哦，因阿婆因阿看安尼啦，继续安尼看安尼啦，吼、哦，哎，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呢。我一切我会当做诶，我该做，我拢已经做诶，你到底是要佮安怎你才会满意啦？啊，其实查某人要满意足简单诶，你就跟我讲讲话嘛，跟我讲一下浪漫的话就好啊，安尼咱袂晓讲咧。那个讲话会创啥？浪漫的话我不会讲哦，讲话唔较简单。我是男主人台中，我查甫人，我出去外面拼，我用实际行动来讲我爱你呢。查人拢无收到，你做甲要死去。最后几十年了，有一日听到你的某哦，去甲其他人咧讲电话，我老公根本就不在乎我，我老公根本就不爱我啊，他心目中根本没有我。迄阵你感觉我足沮丧的，你知不？哦，你若本来。你就会开会博，甚至外面佫会开查某。恁某甲你讲不爱你，咱还佫感觉讲啊好啦，阿都，你讲的也是事实啦，哦，可能你佫袂遮生气哦。但是那是一个足高义的查甫人，伊也拢从来佫外口无佮人啉一杯咖啡，看一场电影。你莫讲开房间啦，都咱也毋捌讲单独佮人安怎哦。甚至有诶较高义，真正有即落人呢，办公室内面哦。连甲这个女的同事加讲两句啊，伊都唔敢哦，伊就讲啊，唔通安尼哦，迄才是足故意的人，故意搞有春的啊。这么认真的一个查甫人，伊这么认真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结果评审请给分，伊某给伊零分，啊，未啦，未这样啦，大概给伊两分啦，哦，满分十分，大概给伊两分啦。你讲这个先生会挫折无？当然真挫折嘛。这个先生就是讲我做到安尼，你是要叫我做干哪？其实这是男女的差异。你的太太对你的要求根本都无遮尼高啦。哦，你的太太只不过唔盲讲，伊有感受到讲你家己关心，但是咱用的方法，常常伊感受袂到。所以讲，婚姻就是上帝挑你过，一个 AM， 一个 FM， 你家己去瞧瞧看麦，瞧到变鬼，收袂到。所以，婚姻就是。上帝透过男女做伙，其实上帝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的内面啊，吼，咱的内在，咱过去咱的传统叫做阴阳啦，阴阳爱调和。上帝用婚姻咧甲咱调，和咱内面这个阴阳两种特质，透过婚姻帮助伊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咧调无遮尼好调，婚姻的奥妙都是帮助一个男性。透过婚姻，伊内面这个女性的特质，会通慢慢甲培养出来。啊，一个查某人透过婚姻，你这个男性的特质也慢慢通显明出来。因为咱每一个人内底拢有阴阳两种性质。那查甫人内底无一个阴柔的感觉，咱哪会去娶一个查某人？看到就讨厌嘛，对不？所以你若看一个查甫人，敢那无一个男主气来讲你娘娘腔，哦，咱就足无爱啊嘛，是不是？咱是安怎？咱来去娶一个太太回来？咱是唔忙在咱的生命中，咱是足唔忙讲有一个女的，迄、那个阴柔之气，迄、那个将来破坏阳刚之气。所以，在咱的心中本来就渴望迄个物件，想咱来渴望，因为咱人的内面本来就有一种特质。
一个查甫人嘅内面啊，拢总无女性嘅特质，咱根本就无能力接纳一个查甫人入到咱嘅生命中。所以事实嘅真相就是，一个查甫人嘅生命中，其实伊虽然是查甫人，但是伊嘅身体内面、伊嘅心灵内面，其实伊是有一个女性嘅特质。所以要透过另外一个女性，伫嘅生命中，甲伊正亲近，和迄个性同得到满足。啊，一个女性也是同款。所以即马人唔知讲啊，同性恋，其实你无了解。为什么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因为原本上帝造男造女，人的上帝本来就已经造好，懂？恁两个人合作会安尼 perfect， 结果咱人唔啦，讲唔免啦，我家己来就好啦，我家己男的我来引路的就好啦，哦。所以有一挂电影咧拍到咧也真趣味，就是讲拍到尾啊，你若照因的定义。查甫人讲，其实那这样讲，我也算是同性恋，对不？那我也是同性恋。哪位用安尼来讲啦吼？因为咱查甫人那边本来就女性特质嘛，本来就有嘛，哦。但是我反对的是讲，你的女性的特质不是用同性恋，而是用双性恋，就是男的也使，我女的也使，不是安尼嘛？安尼也乱去嘛？哦，那如果咱家己自我阴阳调和都会使，上帝他能够走路诶。这道理足简单嘞啊！哦，上帝造男造女，就是讲，咱的内面有女性的特质，啊，就造种吸引力，咱来想要跟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做伙嘛。啊，人原本的设计原像设计就设计安尼，结果你讲唔嘛，我唔免女的，我找另外一个男的，反正伊的内面冇女性特质，伊的女性特质较强嘞，我跟伊做伙就好啊。安尼就违背自然去啊！哦，违背天性去，安尼唔对。所以基督教的反对是为了道理，哦。基督教不是在讨厌这同性恋的人，不是。基督教是反对讲，你若安尼做是违背自然嘛？哦，应该咱来回归自然，对不？咱人都知，你若违背自然，到尾也绝对出代志。迄一座山，你若违背自然，到尾来拖石流，一定是安尼啦。大自然你违背自然，到尾啊，天气愈来愈热，天顶破一空，冰山扬起，死狗你都知。所以人活在世间，你基本上要尊重自然嘛。所以基督教的立场其实真单纯，基督教的立场就是讲，请大家尊重自然，哦。所以若是这个同性恋，那该帮忙去超度回来，因为本来男的内面都有女的特质，本来就有，但是未当迄个特质，互伊安尼强调到一个程度，伊说未记得伊本来是查甫的，安尼想超过去啊，迄故障去啊嘛，那个超度回来就好啊嘛。咱当然温存查甫人有查甫囡仔特质啊，当然温存，当然嘛温存查甫人有查甫人的臃肿啊。对不？所以你若讲我们搬家公司弄种查某，会使啊，开会袂使？像规定搬出干来当查甫，你女性特质内底有诶查甫人，查甫味较重，迄无要紧。但是你袂当当到一个听到我家家己当作查甫，迄个想超过去啊嘛？迄个过奖去，那过奖去了，你袂快乐。重点是你袂快乐嘛？哦，所以这个解释要清楚。哦，啊，今日就咧讲同性恋，好、哦，啊，小休困一下，等下了咱继续过来。欢迎回来到三个节目。婚姻就是一个奥妙，这个奥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体会，原来男跟女根本就是两个星球的人，两个星球的人，竟然差别是这么大、哦、所以用这种东西这样产生一种很趣味的感觉，就是透过婚姻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阴阳的特质用婚姻慢慢来调和、啊、这个桥哦唔是一工两工，所以婚姻拢爱真久啦，30冬啦，50冬啦，用这种老翁老母安尼啦吼，慢慢来给咱调整，哦，用这款的方式，慢慢来帮助咱，帮助咱知影讲要安怎样改变咱家己，哦，所以结婚了久吼，翁阿婆吼，拢两个人吼会愈来愈像，甚至哦，逐工看吼，看甲连面也像，你知无？哦，会讲红阿瓦面，红阿瓦面啊，迄、那个气质会变。大做伙久了吼，慢慢，两个人互相影响，怎合作伙？哦，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啊，变做安尼，两个人慢慢有一个默契，慢慢的相通，想法会哪来哪共款。哦，这就是讲，
将原本男女迄个天甲地差别慢慢扭握紧啊。这个扭握紧的这个过程，哇，经过过了十年啊，经过过了十年了，这叫做成熟。经过过了十年了，咱内面慢慢会晓去了解，原来我原本是无完全的，我是一个极端的阳刚，太太是极端的阴柔，啊，所以两个人做伙。极端的阳刚，做一个哪有查甫囝气概人，伊就是做代志哪果断，哪有原则，吼、哦，能力真强。啊，一个阴柔气质足强的人，就是情绪变化莫测，情绪关关格格也无稳定，对不？啊，这两个人就是要斗做伙。因为其他永远都是阳刚之气，阳刚之气，无感情去啊！哦，做代志都该安怎都是安怎，哦，伊变做讲无血无肉去啊，讲无血无肉晒，就这个意思。但是一个人哦，那感情太过侪，我查某人跟他水，哦，查某人跟他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水哦，真正我个人感觉是形容查某人上介好，因为水有时吼，那你气性提的时吼，水吼、哦。有当时也变冷机机的结冰啊，你知道？查甫人吼、哦，现在来讲，女人吼、哦、心如毒蝎，哦，现在讲一句话，你知无？查甫人咧凶的时阵吼，天下最毒吼、哦，妇人心。查甫人最做的，查甫人咧凶的时阵吼、哦，真正像结冰同款。啊，水是真冷哦，但是水来结做冰的时阵吼、哦，冰甲结死人，我跟你讲，你消消你啊！你别讲，还是水呢？还是水呢？水都无结做冰。当水呐结做冰的时阵吼，迄杀伤力是足大呀！哭哭哭哭哭，足冰诶！你都没有办法想象，真正诶，原本是足柔嫩的水，那会变做冰咧？哦，结婚的人就知影，这看有啥稀罕，对不？太太心情呐好的时阵柔情似水，太太心情呐歹的时阵冷若冰霜，真恐怖。你若讲会结冰就算了，佫会变成水蒸气。哦，太太在张的时阵哦，在翻的时阵哦，你家你吵闹的时阵哦，哦，圣经讲吵闹的妇人，好像这个绵绵细雨哦，对你的触电安尼滴答滴答滴答滴袂停。迄走人来，你家你在翻的时阵，你家你念的时阵。一直这么把它的高高低，跟它亲像的落雨了吼，对你的厝顶啊滴落来水滴答滴答，真烦真烦呐！查某人吼、哦，那在想起的时阵吼，迄温度高吼、哦，变作水蒸气，水蒸气哦，迄烧气吼，我就会烫伤。我跟你讲，你莫笑笑，你讲水蒸气无啥，无你试看麦，你这么遐滚水。水若咧滚的时阵，你挂掀开，你面落落去，你敷脸，你试看麦，那么免十秒，你就上病急诊嘛。迄水蒸气，迄变作是烟，迄烟咧讲烫的时阵，烫到你挨白叫无？我跟你讲，查某人就是安尼。当一个查某人，伊若好势的时阵是敢那水，伊若心情歹，吼、哦，达个月好朋友咧来的时阵，情绪难以捉摸的时阵。会把你烫伤，对不？哇！所以现在是咩？查甫人甲水大做伙吼，定定咧做水灾啦，啊，定定咧足辛苦啦，哦。尤其查某人个目屎，查某人水做诶，查某人个目屎啦，哦。伊若委屈，伊也流目屎；生气，伊也流目屎；伊甲你闹，伊也流目屎；伤心，伊也流目屎。反正动不动就哭，所以你看查某人个号，你就一定哇死啊死啊！即摆是咧靠啥货？你唔知呢？你唔知即摆是咧靠啥意思个呀？哦，是靠无钱，还是咧靠，还是咧靠讲伊伤歹命，还是伤委屈，还是即摆伊个咧伤心，你分袂清楚呢。哦，但是请你记哩，这就是婚姻，这都是婚姻，上帝都是挑你过，将一个阳刚之气，一个阴柔之气，上帝怎啊甲你配做伙，互你去阴阳调和，啊，上帝都、就是，这就是婚姻的奥妙。哦，所以说女人不怪男人不爱，查某人啦，就是怎啊变，你不会爱她啦，无变化，你也感觉讲无趣味啦。哦，就是因为女人很难捉摸，两公前甲你冤家冤家冤家，伊真正得去买书来自杀啦。两公后，就伫遐甲你手牵手，讲老公我好幸福哦。查甫人的理智就是受到严格考验，两公前
你才讲唔捌看过我这种人，嫁给我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不幸。两天后讲啊，我好幸福哦，我好爱你哦，跟你在一起好好哦。所以你不要随便起笑哦，是足简单。你某嫁娶过，你足紧你就起笑啊。啊，一个某你就挡袂掉啊，哦，因为一个变化哦，完全没有任何的物理定律啦。你讲牛顿、爱因斯坦啦，拢同款啊，拢同款啊，对不？所以讲伟大的哲学家，当因某在结婚的时阵，伊嘛是无法度，哼，伊嘛是无法度啊，对不？像叫做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是咱现历史上我上较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头脑一定会就好啊。你讲代志，你看代志啊，哲学家看代志看较足清的。但是吼，因某是有名的派，哲学家也无法度，因为这个甲太太做伙吼，无任何定律。哪有人当发明一个太太定律吼，这人绝对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都无这个定律，吼、哦，没有什么叫做太太定律，无啦。无同个早人，伊定律都无同，伊个性吼、追性，各拢无同啦。你看你要安怎？唔知要安怎？所以我，然后什么世界我第一钦佩，唔是啥物国父、啥物总统啊，唔是，我第一钦佩也唔是啥物科学家，哦，啥物啥物高人、运动家，我拢无配合。我上该配合的，啊不，上该佩服的啦，就是一个结婚了生足济查某囝，啊，拢无查甫囡仔。这款的人，请受老三一拜，太厉害了！住伫女生宿舍，你的身躯边拢总查某人，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无法想象你那种炼狱般的生活，如何熬炼出一个无比高尚的品格跟人格？不简单呐、啊！哦，真不简单呐、啊！哦，实际上我唔是咧讲糟蹋了，我是咧讲，这就是一种艺术啦。好啦，莫阁讲啊，时间已经到啊！吼、哦，来，婚姻奥妙，后集继续收看，多谢。无讲未爽快，哎呀，足侪人无了解讲，原来台湾四面拢是海，有足好条件来发展啥物海上运动。其中有一种伫国外真流行，叫做帆船。哦，驾帆船，那我出国经验，我知影讲外国人哦，足爱足爱啦，而且有够爱种活动。看到咱遮真少，无要紧。老三兄邀请咱台北市帆船协会总干事郭总干事对大家来说明。来，先对观众朋友请安。大家好，我是郭廷祥。是郭总干事。咱今麦可能观众朋友会开始想要了解讲，帆船安尼大大细细吼，基本上咱是毋是对大家小可解释讲，分做倒几种？哦，我看你只有准备一寡资料嘛吼，来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安尼，分做倒几种？基本上帆船吼，咱踮咧台湾基本分做两大类，一个叫做风浪板，风浪板就一块板啊，啊，就人顶面一块布咧，人对，人徛喺顶头，吼、哦，这个就是啊是用、哦、用徛的，啊你就是去来控制它，它的方向，用自己的力去控制迄、那个。迄、那个方向就对吧？基本上，咱来讲伊个原理，就是讲爱去夹风。对，去夹风。咱风是固定的，咱船啊，看你要向倒一方向去。就人徛在顶头，来控制这个帆啊，帆经过咱手的操作。所以也是在看。往前往后拢。往后可能较困难，较技术得较好。就是爱滑过就对啦。对，用爱转弯。转弯安尼。所以这可能是无遮简单哦。所以这一大类就叫做风浪板。哦，这个叫做风浪板、我给学一下。风浪板啊，就是人主要徛在顶头啊。风浪板当然内底个气温区分蛮多类的。是。就是、咱有阮中央板的，有一个板啊，徛下骹啊，会使做长距离啊。有的是下骹平的，我进入岛是下骹平的。没有，这个有一个中央板哦，在这个是下面。可是我要个分长度跟短度就对了。因为你板啊，算光滑的，也是在做花式，常讲人家滑水赶快也是在，因为下骹没有阻碍，也是在那边按照耍什么，表演都可以。啊、你家己敢捌耍过迄种？以前啊，因为我风浪板的时阵，年纪有较大，所以有阵啊平衡感无较好啊，就按照青年。青少年、还是说体力好的人，平衡感比较好的高嘞吼，会使去学这个，因为这个、你从、你坐不好的病咯，你都要开始游一摆，都要为他而来。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个风浪板。那
第二种，另外一种就叫做蓬存，蓬存就是用坐，就是讲咱人坐内底。简单讲，一种是一块房啊，啊，一种是一只船。一只船顶头加一块棚。对。啊，人踮内底控制啊，有一个咱讲中央板伫中下，啊，有一个舵板，啊，舵板在操纵伊个方向。哦，而且咧就是，叫做蓬船，不管大台、小台，原理拢是安尼。是。啊，我即马介绍即台是台湾的这个乐观型，互囡仔佚佗的。够有安尼好了。你因为你要互，一个囡仔要开始上船，你袂当互伊伤困难。对，而且他从渐进式的学习，啊，即个是刚刚一个刚浴缸同款的。啊，就是这。四四角角。哦。这无偌大只，即个就是讲伊个啥。那那摄影区诶，迄个浴缸，2.多公尺啊，你啊，哦，所以讲一台比汽车较细只，啊，咱普通会把个咱车顶啊载出去，啊，有囡仔佚佗一个人啊，你啊，啊，迄个囡仔差不多是几岁？国小。目前啊，怎练习是无限制年龄，但是你啊比赛就是8到15岁。哦，这样咧比赛哦。有哦，世界比赛，世界杯。啊，真诶哦，全世界咧比这个，我8岁到12岁，去咧坐车了。8到15岁。咱根据目前的这些记录哦，就是讲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啊，伊囡仔时拢参加这个传承的比赛、的训练，所以伊到这个感觉，为从细汉就这样，有这风的感觉，这款船啊嘛是会变，哎，变开个你啊风掀开就好。哎，但掀起来这种传水啊，水过来从我甲好掉啊，所以这个。航船、河船啊，不是真困难的代志。不是真困难了，我想可能足困难，不是。啊，咱有规定安全的物件，啊，来穿啊，囡仔船啊，变价啊，变价，各类的变价，包括柜台、卡牌拢会使。哦，拢会当处理得掉啦。处理，你都学啊，你的技术有够这个程度。对啦，无像咱讲啦，咱讲伫高速公路，是讲咱平常时啊路，你若车若变个叫吊车，人这种的唔免啦。所以这个是乐观型的，啊要无？乐观型啊，过来就是咱这个镭射型。哎呦！雷射型在咱台湾，和这个跟大人哦，还是青少年拢会使进阶，看起来就有感觉个啊嘞。而且雷射型的物件吼，就是咱这亚运、奥运有承认的项目哦，所以咱政府嘛真重视这个。有咧推动奥运比赛啊？嘿，因为伊这个嘛算高级、比较高级的，所以你要人船要合一啊，摩利亚动作不好，就是整个就是变给，啊变给当年你都速度比人家慢啊，啊对对对，你赶快都要个转来，是啊船啊，其实咱这所有介绍这船啊，一方面是比赛，是，一方面是这个乐趣啊，也不一定是为了比赛，但是比赛船啊，当然都要去比赛，当然啦，当然啦，过瘾。但是咱今日刚才讲听个这个船哦，大家应该嘛讲，哎呦，安尼听起来无这么困难，我足趣味的。我是边啊开始参加边啊报名哦，我去讲一摆，我老三无准啦。哦，啊这边啊报名啊，无安尼咱熬一阵吼，那就去请咱的贵总干事跟大家来说明哈。多谢大家，多谢贵总干事，多谢，谢谢。